得要那么打 AD 才行。 下一步就直接叫点蓝了，下一步就开机跑了，得个重人，得个重人直接开机跑了，黑他，他要换子弹，走，然后点蓝消失了，我们喝药。 可以直接毙，我们辅他们辅助也得走，我们这波就直接毙，然后回家的话搞把长剑，这把阵容的话我们肯定是买 AD 流的，当然出肉是最稳的，只不过出肉这版本没用，这版本出肉的意义对于这把的这个游戏的数值来讲没用，消除意义，不然出几个巨合应该是最厉害的打法。 他们辅助失误太大了，所以才有机会啊！你看我打这把打水，前面一点机会没有，我光你看这把职业选手了，兄弟们，我能来！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，赶紧回去吃兵，兄弟们，不要晃！啊，别打我！靠，被区保堵哎！哎，那个来了。 我没重任了，哎，还夹子，我靠你的！OK， 他没闪，人杀不？哎呦我操！哎呀我靠，兄弟没办法，我他喵的也没技能搞他。 D.K. 得个钱，他喵的这个 B 英雄二级去 W 太蠢了吧！我看一下这把有没有职业选手，兄弟们。我看一下这把有没有职业选手，兄弟们。没有，我们中单叫傍晚。哦，对面中单牙膏。为什么对面挖的机叫芜湖大司马呀，兄弟们？ 为什么对面 YG 名字叫芜湖大司马呀？对面中单牙膏，的说法。能不能别在弹幕里面吵架了？妈，大过年的搞这种东西，刷点礼物再吵架啊，兄弟们！一人刷个血瓶，开启吵架之旅。啊，不刷礼物不准打架，不准吵架。本来人气就很低的，你们不要再你争我争你的好不好？不行，加个 QQ。 去语音沟通一下，别吵架了，拖波钱，拿到分身，因为我现在不打架了，兄弟们，没什么优势现在打架，他们 AD 没闪现了，可以看情况打一波，得个重任吧，本来直播间没人气，还跟着弹幕吵架，他喵的了，啊，人都走完了都，他们耐心看直播嘛，不用争那个谁对谁错。 争那些没有意义，不 A 这个分身，这波不 A， 我用我们这把打架。他们辅助的辅助闪现还没好，可以干一波，送走。 是谁？还要追我？赶紧毙！下装备我们买幽梦。我比较推荐的辅助出装是幽梦加夜之风刃，因为辅助吃不了经济，在大部分时候我们打到后期都是要稍微的买眼的，不仅要买眼，而且高分段的话，一般你没办法一直杀人。像这种一直杀人，是因为对面辅助打的不太好。
中路我再靠，怎么说要赚吗？不赚。我给硬来了，说实话。哎，怎么一直这么慢？挡到了，兄弟。就帮你挡炮的，几宝都被你搞没了。这挂机很讨厌，能看到我，哎呦！我操！最极限的距离，裂开，兄弟们！最极限的距离，真的来个这样，哇，巨伤！哦，好脆这个立刻，有说法了，兄弟。Work day， 好烦！本来这波救到兄弟的，直接妈又白给出去了。哎，刚点香。哎，这把他们还有个恶心人的挖地机，挖地机可以稍微的克制下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是辅助，他克制我就克制我呗。多吃点眼，多吃点眼，多吃点兵，赶紧搞个眼石出来。打一套，哎，丢！我距离不够，丢飞镖了。这哥们儿闪现流了，这哥们 W 流了，但是我有距离隐身，不让他回。怎么说？能不能动波手？感觉这波可以越塔。嗯，越不了，我们直接吃。不过这把我们优势很大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节奏。对面打野真叫五虎大师嘛，对外已经名字叫五虎大师嘛，但是韩国不显韩服不显示中文，所以他这个变成一串乱码，他名字叫五虎大师嘛，中文而已，有点屌。怎么还能取中文呢？这一串乱码。哎呀，我他妈让你别刷屏了，哥们儿，能不能刷点礼物？能不能刷点礼物？不，还是自己发弹幕，老子没签弹幕合同。起身过来，直播打敌。也行吧，兄弟，这拿命顶的，但是确实没办法。哎呦，立刻在边上，我真是没想到。立刻在边上，我只能打他了。不赚啊，拿命换他。打炮了！哎呀，兄弟！怎么被单杀了呀？没有我在边上让你如此难堪吗？嘿嘿，我有几把，哎，打机来了，我靠，还行吧，点辅助也能接受。靠，挖掘机来了，不来我死不了，甚至还想反杀他，先去虫子做波眼，帮队友拿波，拿个三个虫子，往上跑，怎么往上跑？挖机在边上啊，哪里都跑不了，你挖机就是从后面过来的。完啦，龙哥又在送。龙哥妈又在送木带，妈龙哥能不能稳点啊？龙哥，
工科妈养起爹来了。别着急，这个炮车能给他吃到。哇，那帮他做个防守眼。龙哥是真福州真龙，别送了龙哥，我马上血明我就离开一下这个家了。多少层被动？83、85层，还差最后还差最后一个兵，我就可以触发血明了。哎，怎么把我卖了？确实，他闪现直接拉呀，闪现直接拉100%双杀了。怂狗，怂逼王，兄弟们，太怂了，肯定能双杀。我也不是废物，完了没点蓝，我操，存在瓜。哎呀，扎克这英雄有点太上太低了。哎呦，他这波真的相信我的好了，我伤害真的很高的，我伤害能跟那个 ADC 比肩，这搞得我真的有点尬住了。可惜可惜，慢慢来吧。对面是对面中单是牙膏，兄弟们，对面中单是京东，好不好？对面中单是滔博，滔博的牙膏。哦，不是京东的牙膏吧？忘记哪个队了。哦，对，对面是京东牙膏。左手去标记了。呜呼，给兄弟们打一波性感啊！不好意思，公安没那个。哎，我怎么没到他？哎，我怎么没到他？哦，我开了这个乙选金英雄目标，变成小兵我不算英雄，我尬着这儿，果子来一个没血了，好恶心，好恶心的小子。好恶心的暴杀小子王，一二三后四，抢到了，漂亮！怎么说顶墙上漂亮的波比玩的很好，但是我们缺少一个能站出来 C 的人呢。一回就他妈后面，我操你！喜欢装牙膏来助负 W 负 E 吧，都不来鞋搞不定，但他如果不用惩戒，哇，这惩戒太不稳定了，太不扎实了，这真的。买个 CD 鞋吧 ，CD 鞋，然后我们出叶子锋刃，叶子锋刃的话打对面阵容还不错，不过这把出全输出也可以啊，鞋子不要了吧要，那我就全输出吧，我直接晋级十级，然后出了个收益资格，也可以，就靠移速拉扯算了，这把感觉我们阵容有点缺伤害，因为上野都是肉，虽然波比跟这个扎克都是有一定的输出的。整个阵容来讲还是比较弱，哎，他干嘛呀？这哥们儿有点梦游吧，感觉一直被单杀，
妈这韩国小子，韩国小子水平不是很扎实啊。RW 用了下塔满血，哎呦真烦，本来我们下大优势了，不知道为什么韩国小子瞎鸡巴搞，一直被利口抓，不长记性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眼不敢 A 吗？十级十一级，这把局势也是陷入了一个陷入僵局了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慢慢来，我会用实力告诉你谁是真正男人。那就让我来 C 吧，没人 C， 那就让我来 C。没人 C 就我来 C， 我不着急。哎，我不着急了。Counter player， 十级。好疼呐、啊！哇，真的这么痛吗？我靠！来团，真能打，但是扎克把大招用了。他把实力用了，扎克。卡特他妈交闪都没给你个助攻都没拿到吗？别卖啊！追，不管他进步不进步了。OK， 二塔能推不？进没闪，进没闪，差点钱，兄弟们，假的是？不是假的吗？哦，真的，我靠！哦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是假的，他没掉子弹。上路看也没机会，这红没捡到，没关系，这红不要，我们把上塔吃。我是 C 位啊，他肯定可以吃了。我妈狠狠调教他一下，不是是路人，他不职业选手，路人是毛职业选手，路人。完了，卡特打还浪，坏了，这两个人搭配上了。离谱在后面，完了，离谱在后面。花臂四个远程兵，赶紧跑！赶紧跑！四个远程兵，再跟他刀，没说法呀，兄弟，有扫描啊！哎哎，很吓人呢，花满挖挖给爹耶！真的很吓人呢，哎，操，呆逼了，也没明白，一闭眼的也没明白。别急别急，咱慢慢打，我还操你的。呜呼，这边还有眼呢，都不排着了。隐身过来，没人。哇，这塔好诱人啊！这个 Q 过去 A 一下，直接400块，兄弟们。哇，没吃到，我傻逼了，我操！我老贪了，往前面靠一下就好了，塔尖没吃到。傻逼了，这不老子往前走一走就好了，我没注意看，我还一个塔推不掉呢，给个飞镖，这挖机走位明显有闪现，这个走位明显有闪现，我们直接旁边 OB 一走，不着急，那魔抗好痛苦，他全是
妈个枪林弹雨的打个 B 游戏，全是技能。小龙得靠，我们先玩两百装备，这波先搞个小数据走出来。完了，他也扛不住，这挂机真伤，真伤加不发伤啊，都挺扛不住的，真的。荣耀不了，到后面来，看一下看，这边看一下视野，来不及了。好抢！什么叫做完美切入？兄弟，完美切入，大团灭，甚至连大都不用开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有第二个完美切入人，那就是这个卡特，他也是完美切入。真正的高手就是这样子的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咱们直接对了，咱们直接大龙，直接零换五团灭，分交了呀，牙膏，牙膏分交了呀，还差三百块。700块钱怎么说？再一次赌上性命。快跑！700块钱兄弟们，错过了二塔，我还能错过，我能错过中塔，还能错过你这下，还要再错过你这个塔吗？真眼我都不买了，我下个装备要买无尽。他们没什么护甲，我就不买大三甲了，我等我买无尽。59点护穿完全够了，来吧无尽。还不能扎克猛，扎克猛归猛，但我们的切入也足以致命。团队不就是？难道你想？难道你喜欢的？想看一个人 C 吗？很难的呀，直接背刺，这道背刺喜欢吗？喜欢这伤害吗？隐身过来，开启幽梦，进草丛加速，进草丛个毛！我操！所以简单给他皮肤卡视野了 ，A 飞镖一丢，能够被 K 无所谓。上边有个，清荡影，会不会的？敢带吗？不敢，非常稳健。然后我们去跟队跟团去。队友不需要我们跟团了，对面只剩一个了，然后我们直接拆吃个蓝，帮队友拿个蓝 buff。我还以为我打野呢。进草丛，蓝城加速，直接妈踩个夹子 ，A 不到了，尬住。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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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擦个眼，好好射，有眼啊兄弟，来人了。哎呦，没背刺到伤害，大躲的。呜呼，呜呼，这是主播的勾引，我没背刺到，为什么捅一刀对面这个？为什么我捅一套对面的卡玛没掉多少血啊？感觉，这卡玛纹丝不动的，拿下，给兄弟们打一波性感的广告，谢谢兄弟们的支持啊！虽然最近人气有点低，也是多亏大家，谢谢在这种时候陪着我。我会像我之前玩什么挺进啊，我感觉。